世界人人间菩萨，每一回啊，那听到大家人安尼伫咧做，安尼伫咧付出，付出无所求，啊，我都打从内心啦赞叹，真正是水呀，吼，付出嘞，到家。三轮体空啊，三轮体空，付出，无付出的人，付出，无付出物件的量，付出，付出到，无有啥人来接受我所付出的人，三轮体空啊。是真空妙有，妙有真空啊！咱爱做，做甲依人无精，依事无精，依事无精，安尼呢？是毋是人事事就隆重？安，真正人生会当水，佮会当安，这都是人间呐、啊、最水的境界，那就是最无污染嘛、啊，清净安和的境界，这就是菩萨。菩萨的境界是啊。伊、你、我共同呢，就是这样子合和爱，这真正是菩萨的境界。菩萨是累生累世，亲像各位，咱的发心不是今生出世发心了的，恁过去生啦，那无发心啦。不可能受证，不可能呢。自亲菩萨都一直行过来，这些在过去都已经有发心，只是咱一个在凡夫的内底，咱一方面在咧消业障，一方面呢，搁在咧惹烦恼，所以咱。半醒半迷啦，咱也过得迄个醒甲迷的中间呢，也咱现在真正来到现在呢，是五浊恶世的时，也咱真有福生在这个时代，咱会当看到人间多苦难。咱会当在这个时代听到经，而且这是众缘汇合啦，自在才有法度吼。讲安尼，经过五十多年的时间，咱四大八法啦，拢安尼接近完成。啊，咱人人呢，从师父开始自信，大家人呢就发一点欢喜心，投入这种善事欢喜做，为人群咱付出呢，不管偌辛苦，咱就是大慈无悔，大悲无怨，咱真甘愿。咱既欢喜投入伫这个善呐、啊、善事善法啦、啊，咱爱开始伫咧行，咱入灵群的内底，咱无悔，绝对无后悔。这条路是咱选择，咱欢喜做，咱甘愿修。
在凡夫习气群中啦，难免呢，你有你的见解的习惯，你有你呢习惯呢的动作，所以无一定呢，伊的习气，你的动作，我有法度接受。啊，虽然我无法度接受，唔过呢，我甘愿，我都爱。素心汤是啥物？对，所以啊，师父就是为大家人吼，哦，遮爱甲你开一个小汤头，遐爱甲你补一个气啊，用啥物来补气？对。和和互协，和心和气，互爱协力，是啊，这就是素不汤啦。那大家人要合会起来啦，除了呢，地久善解、包容、感恩以外，真正爱互相感恩啦。菩萨呢，本来就是借力使力。广行菩萨道，哎，不断不断的互相一面的互相照顾，爱的力量愈来爱愈结愈大。不只是立定根在咱的菩萨根中，咱爱过去为众生付出。啊，众生苦难呢是偏多啊，有天灾。有任何有无常，有心灵的亏欠，也有呢物质的缺失，等等啦，这千头万绪啦，咱是要安怎样去补充、去付出？这伫咧付出无所求，还要感恩，因为咱。同样要善解，因为咱付出有形的物件有量有限，确实呢，苦难中接受咱的付出，伊呢是用一世人的苦难为咱说法，啊，咱呢是用心外物啊。去付出，当然啦，咱人人菩萨就是用真诚的心在咧陪伴。有的个案，咱嘛陪伴几那年呀？有的个案呢，咱靠己拔意去拔地伊的苦难，何为说法？各界看啊看啊看来呢？看咱当者行菩萨道，这都是人间的菩萨，是真实的菩萨。咱脚踏实地，真正是手牵手啊，心连心啊，咱就是安尼在咧付出、付出再付出，三轮体空无所求啊。不过呢，得来足济，因为呢。咱所得来是真多人的经历啦，完全收纳在咱的意识的内底。咱爱疼惜这世人的时间、空间，人甲人互动这个因缘时间，咱爱疼惜，袂用糟蹋咱的生命。爱珍惜好咱的生命，啊，珍惜生命呢，唔是逐天互伊空过。咱来珍惜咱的生命的每秒钟，都是啊，做咱生命中咱家己本身慧命的贵人。咱爱做人别人生命中的贵人。咱家己爱追求的是慧命，各位，
慧命唔通断呐，菩萨呢是生生世世，咱把握每一秒钟，咱会当加接触一个人，就是加一分的善缘，加一分的福。这个福慧啦，是伫人群中修。你脱离了人群呐，你家己就断了呢。咱修福修慧，都断了咱的慧根呐。咱期待今生出世，咱已经呢是脚踏实地行菩萨道。